而李坤城以一首《心肝宝贝》享誉歌坛，和小40岁的林敬恩谈恋爱，成为了话题人物。而他受访时也不讳言，在女方18岁前没有发生过性关系。李坤城在2015年接受访问时表示，在林敬恩18岁前没发生过性关系，当时的他才58岁，表示自己身体健康和生理心理状态都处于巅峰的状态，因此体力完全没有问题，还笑称两人交往后就没生过病，婚后会和女方生小孩，希望能生个女儿来疼。回首交往历程，李坤城表示和林敬恩一路走来遭遇非常多的困难，其中最大的阻碍就是女友的父亲，同时也是自己昔日好友。当时林父坚决反对这段恋情，过程中曾态度软化又反悔，还反告他何诱罪。好友关系早已决裂，他计划将小两口的交往过程写成书，直言因为遇到了对音乐有想法、主见的女友，让自己的世界因此变得更圆满。林敬恩跟李坤城啊，他们两个人呢，其实是从2013年的时候开始交往，可是呢，他们的年龄差距始终都是这个社会的话题焦点嘛。那当年呢，其实得知这个恋情即将曝光的时候啊，林敬恩他就很冷静的跟爸爸说：“明天报纸就会出来了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”而现在可以减轻伤害的唯一办法就是我和他现在结婚。而当时哦，林敬恩的这个请求虽然被爸爸答应说会考虑，但是7天之后呢，他却见到爸爸。请来了律师。林敬恩在17岁时爱上爸爸的朋友李坤城，而40岁的差距始终是话题的焦点。当年林敬恩得知恋情即将曝光，他就冷静地向爸爸说：“明天报纸就会出来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现在减轻伤害的唯一办法就是我跟他现在结婚。”父亲虽然答应会考虑，却在7天后请来了律师。而李坤城听闻林父考虑这门婚事之后，便亲自带着媒人上门提亲，却被林父和律师质疑他只是在玩幼稚。并非认真经营这段感情，直到李坤城应律师的要求，在我愿意和林敬恩结婚的字条上签名，吓了林父一跳，这才证明了小两口相爱的决心。自恋情公开以来，林敬恩始终不畏惧世俗评论，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凡事都该真诚面对。他曾坦言，在13岁时一度想不开之后，就决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。为和李坤城交往，纯粹是因为有家的感觉，丝毫不介意外界眼光。事实上，李坤城原本预计在2016年，也就是林敬恩20岁生日当天登记结婚，没想到女方因为不想太被关注，在前一天紧急喊卡。没想到此事一搁就过了7年，让李坤城在走到人生最后才把女方娶进门，让各界是感叹不已。我看到网友皮卡皮卡，他留言说，当初呢，大家明明都不看好，没有想到呢，已经走过了10年哦。其实呢，他们感情走了10年，这个小两口，他们其实本来并不在意说，是不是要有那个结婚证书的那一张纸。但是呢，自从李坤城住院之后，就出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，才会让双方最后决定是在加护病房登记结婚。林敬恩向媒体解释，由于很多住院所需的文件都只能由家属来签署，他才会想要积极地完成登记结婚的手续。而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，他意外发现李坤城已经准备好了结婚证书，也在上头签好了字。原来另一半早就想要娶他进门了。最后，林敬恩是穿上隔离衣，与病床上插管的李坤城在2月1号在加护病房内完成了简单的结婚仪式。遗憾的是，李坤城被病魔折磨了2个月之后，仍然撒手人寰，让林敬恩悲痛大哭地说：“我有跟他说，你走了，你要等我，不要那么快投胎。”而10年情缘更是被迫画下句点。事实上，李坤城原本打算在2016年，也就是林敬恩20岁生日当天登记结婚，没有想到在前一天紧急喊卡，原因是因为女方比较低调，不想要太被关注。但没有想到此事一搁就过了将近7年，走到人生最后才终于娶到林敬恩进门，也让外界感叹不已。
而李坤城其实在去年三月的时候曾接受了 ET Today 星光云的访问，他透露做健康检查的结果一切正常，身体状况非常的好，而且医生都还说他比年轻人还要好，没想到却过了一年就传出病逝的噩耗。李坤城去年三月透露身体状况，我没有三高、胆固醇，一切都正常。自己知道年纪大都有特别注意健康，淀粉也吃得很少。他除了固定运动、晒太阳外，也遵守少油、少糖、少盐的饮食原则，血压都保持在80到120，好几年不曾参加交际应酬，当时还自信表示健康都没有问题。然而林静恩昨天晚上公布李坤城病逝消息时，也透露其实他住院至今已经满7个月，到最后都得听他碎念10年一刻一刻三个时辰折磨他了。他久违出现在社群网站上，虽然以冷静的语气宣布消息，但心情仍受影响，向外界请求愿能7日后再说，爱你们。接下来呢，要带大家看到的是，其实呢，林静恩啊，他坦言说，李坤城他在2022年9月，也就是去年九月的时候，他就一度因为呼吸困难而住院。可是呢，好不容易找到病因的时候，就发现已经是大肠癌末期了。但是当时呢，他的另一半仍然坚持要弃妾，要跟死神来搏斗一回。林静恩就说，因为李坤城就是放不下我。林静恩向媒体透露说，李坤城一直为了他努力对抗病魔，无论是插管或者是气切，他都愿意做。而让林静恩印象深刻的是，当李坤城准备动刀气切，被医生问到要不要跟你老婆讲最后一句话时，伴侣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因为他觉得他一定有办法可以战胜病魔。但遗憾的是，李坤城最后因为癌细胞转移到多重器官，不幸离世，也让林静恩只能接受事实。林静恩更类诉说，李坤城一直在教会他东西，真的很感谢他。这几个月住院下来，好像就是要让我学习怎么去准备好。李坤城是因为大肠癌病逝嘛，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，如果呢你的身上最近有出现这几种征兆的话，可能要特别小心注意了。大肠直肠肛门外科医师黄玉纯他就说，主要呢大肠癌总共就有7个征兆，哪7个征兆呢？首先来看到的是贫血，而且这个贫血症状通常呢它会跟大便出血合并出现，尤其哦你可能还会有头晕的症状。那另外呢就是你会体重减轻啊，因为你的食欲会降低。那同时你要特别注意哦，如果说你这个体重减轻啊，跟这个腹部的这个腹痛、腹胀跟呕吐这三个是一起出现的话，真的要特别小心注意了。而且如果你的腹痛呢固定都是在同一个位置腹痛的话，就代表你的身体真的有问题。那为什么会呕吐哦？因为这个大肠癌啊，它可能会肿瘤，它会压迫到你的肠道，还会造成你的肠阻塞，才会引起呕吐的症状。那另外啊，如果说你有长期便秘的话，也要特别小心，或者是说你在这个粪柱变细的话，就是有一些特别异常的话，大家在排泄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留意谨慎了。那最后一种最可怕，因为它有可能是一种无症状的方式，就是呢很多人他其实身体完全都没有任何征兆，完全没有任何的异状，可是呢当他到了医院就医的时候，就发现哇已经是中晚期了。那这真的很可怕，没有症状。对，所以呢黄玉纯医师他有提醒大家，最好你是50岁以上的民众就要定期的来做这个检查，包含了要做什么检查呢？包含了粪便的潜血检测啊，或者是你的这个大肠镜的检测。那如果你是有长期抽烟啊、喝酒，或是你觉得其实我平常这个饮食习惯不太好的话，医师是建议说最好是35岁以上的话，你就可以开始定期的来做这些检测，真的是早检测，万一真的有发现不幸就是自己有染病的话，才可以及早的治疗。那刚刚我看到有网友在问，关于遗产的部分，这个部分呢，我们来听听看家人怎么说。没有，李坤城其实去世的消息最早是他的儿子昨天在脸书 po 文表示，愿天上的阿爸好好看照阿爸。那阿嬷嘛，那引起外界关注的是，随后林静恩也证实李坤城的死讯，而李坤城的儿子就接受 ET Today 星光云的独家访问，透露父亲不会有告别式，也不会有公祭。那他也独家提供了 ET Today 多张幼儿时父亲的合照，可见李坤城的爱子之情。
照片中李坤城抱着还是婴儿时期的儿子，轻轻哄着，满是疼爱，就如同他为凤飞飞创作的心肝宝贝歌词一样。李坤城的儿子接受 ET Today 新光云独家访问时透露，父亲离开时家人林敬恩都在旁，没有遗憾，将以基督教仪式海葬方式送别父亲。他表示这是父亲的遗愿。至于送别父亲的时间，李坤城的儿子则低调表示，我爸交代是私人行程，不便透露。他也提到对父亲的回忆，就是艺术家、文学家、言论自由派家长，让儿子任选其兴趣发挥，爱台湾。面对外界的关心，李坤城儿子也低调说，我很好。